今天是情人节，为了给僵尸一个惊喜，我们这里设立了1314阳光 day 种植植物 VS 一个近卫巨人的爱情挑战赛。1314阳光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比如千金藤可以种植五个，胡萝卜导弹可以种植两个，西瓜投手和橡木弓手是四个，导弹萝卜是三个。我们随机挑选了一些植物前去挑战，看看谁能获胜。关注评论。